这是一块拼图模具，放进红色沙子，晃一晃，红色拼图做好了。红色 red， 用相同的方法做橙色拼图，橙色 orange。然后将所有拼图拼成一块正方形。拿出爱心模具，用力压下去。拿掉多余的沙子，爱心彩虹拼图完成。